木兰，木兰，阿姨好。哎呀，我什么？好什么？阿姨，还在生气啊？我不生气吗？我真的是找了你们两个月，我就找了不累啊。不好意思，阿姨。木兰呢？木兰没有回来。叫他出来！我昨天就打断他的脚。我一个人回来的，木兰没有回来。为什么你一个人回来？为什么他不回？因为我老妈生病了嘛，然后回来看看我妈。对了，木兰拿了一点东西回来。我不要，我要你。阿姨，你放心，木兰在外面挺好的，挺安全的。挺安全的，我知道你啊，我知道你是骗人，是不是骗人的？没有，你看，哎呀，你看，这木兰还拿了10000块钱。就是给你们，你给10000块钱，什么意思？哎呀，这10000块钱不是彩礼，这10000块钱就是给你们发的。你看现在天气冷了吗？这个把我把这拉你是不是？不是不抵，这个是单纯给你的彩礼，是彩礼，18.8万一分都不少。这个请你拿着嘛，就是现在天气冷了，给你们买衣服，然后呢给妹妹买点衣服嘛，然后给外婆买点，到时候买点好吃，拿着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真的没有白养他，还是有良心。阿姨是这样子的，因为呢在外面也挺忙的，你看木兰也请不到假回来，我呢也是挺赶时间的，我就是回来给你报个平安。这东西拿着嘛，你看都摔烂了，拿着嘛，拿着吃吧，好吧。我告诉你，你一个男孩子，你要去赚钱，18.8万你又赚回来，月底又给我。我知道，阿姨，你放心，彩礼一分都不会少的，你放心吧。你又对木兰又好，我告诉你对他不好。我听到那个话，听到了，我就对你不客气。我知道，阿姨，你放心吧，你放心，好吧？因为我真的太急了，我要先走了，好吧？对了，外婆呢？外婆去干活去了。干活去了，就看到妹妹在这里。在火车站看一下。行，那我就不跟你说了，我就先走了。好累，好辛苦啊！到时候累死活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，真是辛苦了。到时候跟外婆说一下，木兰在外面挺好的，好吧？你自己去找外婆，你去和她说，我不会和她说的。好，那我先走了啊，阿姨。对。怎么了，阿姨？你拿住！这什么呀？那个是他喜欢吃的。腊肉啊。你好好赚钱，你他一个有孩子没有结婚就跟你走了，村上说的好难听。我知道了，阿姨。你赚到18万，我月底给你结婚，给你们两个人结婚。你对他好一点，你对他不好，我对你不客气。阿姨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啊，阿姨。我对得到，我找得到你家里。你放心。找得到你家里，我对你老爸老妈没有好意思过来。我知道，我知道我的脾气。阿姨，你放心。好吧，我肯定努力。努力就好。你走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你走。阿姨走了啊。你走。好。莫兰。老子，怎么一生都是死的？莫兰呢？你说话呀，莫兰呢？妈，我把木兰给弄丢了。儿子，那衣服你换一身啊，感冒的啊。没事，我到处去找木兰了，就是没有找到，舅妈家我也去了，找不到了。你可能是不知道，你在城里面去走一走，听一下，别人说起好难听，就是换成我都受不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都是我不好。我没有把事情处理好，妈，你不要难过，你放心，我肯定能处理好的。好姑娘，
我知道了。他什么事都很好，有什么话也不说，憋在心里。他是个好孩子哦，一定要把他，要带好他。妈，我知道了，让你担心了，妈。啊，妈，我知道了。